鼎新合德基金成立的时候，就想到说我们未来怎么去能够帮助高关怀的小孩，所以大家一致的认为就是应该他要有技能，就从烘焙班烘焙的技职教育开始。技职是非常重要的一块，也就是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。这一技之长是什么 ？Anyway， 没有关系，只要有想就好，他都可以活得下去。你必须让他有其他的阻碍，他会在这个另外在输送带上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而不是一直在那种一大堆的人在分数为主的输送带上。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我们的角色除了技职训练之外，我们也是在陪伴，结合产官学去为他们的舞台去做铺路。我期待他们啊，在这些社会资源下，有一天也能够回馈，有一个善的循环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希望能改善三代生活，我就是要有信心，要有毅力，要有勇气，突破任何的困难，迈向他能就业或创业。